本周新闻摘要：高雄新住民多元文化市集3月15日隆重登场，产量单日可突破1000万片，总统肯定口罩生产国家队，移民署每日及时传送旅客资料，强化跨机关防疫功效，移民署行动列车结合网络伙伴宣导防疫资讯，关怀新住民，新南向合作不断线，台大医院与印尼举办远距医学会议。欢迎收看 NIA News。 文藻外大为善尽大学社会责任，并促进地方社区人文和经济发展，与内政部移民署高雄市第二服务站、高雄市新住民国际协会及高雄市东协经贸文化交流协会合作，办理高雄市新住民多元文化市集，提供平台让有意愿创业的新住民能贩售家乡的料理或文创小物，可增加其家庭收入，且可提供外来移工休憩购物的场所，并让高雄市民增进对新住民文化的交流与了解。市集将于109年3月15日早上10点30分举行开幕典礼，随之在11点正式开幕。之后将在每月的第三周星期天固定在桥头百事新天地举办。蔡英文总统于3月9日前往桃园访视疫情企业有限公司时表示，这周台湾制造 MIT 的口罩已经可以出现单日突破1000万片的产量，包括假日每一天的平均产量也可以达到920万片。感谢所有口罩国家队成员展现出产业的实力，大家团结起来，日夜赶工，把台湾守好顾好。总统说，这段时间以来，大家真的都很努力，不分政府民间，通通团结在一起，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。身为总统，他一定要当面向大家表达感谢，谢谢大家日以继夜的努力，参与共同防疫工作，让台湾整体防疫情况受到世界上很多人的注意，也是台湾人共同的骄傲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周再见。